弟们这么多。谢谢谢谢李平台送的空豆不吉祥不不，谢谢谢谢。晚上再说吧。牛牛哥哥，不着急的开。如果大宝播的话，李平台什么情况？李平台会？你最近是忙完了吗？这个公费去请。哦呦，他最近真的可忙，接了很多广告。大宝是什么华为呀、啊？哎呦，好多啊，忙得要死。大宝最早去大宝直播间。哦，以前李飞男，以前李飞男是我的，是我的周榜榜一。去大宝就会跳。哎，我刚玩 DOTA 那会儿，就是刚玩 DOTA 那会儿，他怎么说呢？他有教过我玩 DOTA。一下鲨鱼微信。哎，别说了，我操！他当时来刷了几个飞机，当时那什么论坛帖子就开始说了，然后我直播间黑屏在被骂，你懂不？说什么啊？李飞现在看上小师妹了，怎么样？来当榜一大哥啊，这那的，我他妈下了播，那个直播间全就一直在讲，全在说我什么啊什么，眼光不行啊，怎么样？我心想脑瘫吧？对啊。就当时就只来刷了几个飞机，哇，这些兵是真的。就我下了播，我当时还在卸妆呢，我电脑没关，我就发现我直播间怎么在被冲啊，突然来了两三百个贵宾，黑屏来了两三百个贵宾，然后还滚得很快，你知道吗？不是发生什么事了，我就想李佩丹算了，小哥再晚一点，最近省得那个要说他怎么样，要说我怎么样，然后来才玩刀塔。这样不好，没切个怎么可能？别带了，真的是朋友，别带了啊！说实话，人家可能真看不上我，真的，这才拿到哪儿？我操！你别说，现在拿了冠军了，之前那会儿认识的时候，不会以为人家那啥吧？爽，该你去一把中单了，你去感受一下。我感受完了，我的感受完了，是我不可能打这个中单的，玩不了这中单，真玩不了，兄弟。我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都是到底不是现在一个问题，你们先别着急下，兄弟们，你们听我说一句，中单谁打？你们看看我这个中单，上去。中单谁打？你不会让我去打中吧？你不可能，这让我去打中也行，输了就说没玩自己的位置，他们也不会怎么喷。说句实话，让我去打中吧，输了我就说我是玩一号位的，我中路不太行。兄弟们，这个可以不？明天再说吧。哎，那哥们也下了，真的要打？我操，他们都让我别打。溜了，拜拜小白哥，拜拜右手，拜拜。我发现了 ，DOTA 这个游戏没有办法田忌赛马，兄弟们，我中路。去田忌赛嘛，完了之后把对面养肥了，他可以把其他的两路全部给养肥，他没办法田忌赛嘛，这个游戏就懂吗？哎呀，你们说的我都明白。像这种，其实这种局输了很尴尬的一点是，本来就是大家现在在一起玩嘛，然后现在如果你在外面输了是吧，肯定就是会有人就是往大的走了，就是要切割，你知道吧？切割，我的意思就是水友要闹着切割。我刚刚去右手直播间看弹幕，都有人发劝你一句，少跟小白哥沾边。哎，就是很怪，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他妈的关我什么事啊？不是我把人架子在火上烤呀，我操啊，你说我到底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把人架在火上烤呢？兄弟，加油小白哥，看好你的中单。我操，哎呦，牛妈了，我操，哈哈，你不打中单我就跟你切割，哎呀，我操。